跟屁虫，恭喜打野文图，普普兰翻译。希望这个视频大家挑选书籍学习知识有帮助。一切从教育开始。JJ's story time。我说蹦，跳了起来。妹妹也说蹦，可她根本跳不起来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再来一碗，把空碗递给妈妈。妹妹也说再来一碗，可她的碗里还是满满的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我要尿尿，冲向洗手间。妹妹也说我要尿尿，可是她却尿在尿不湿里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做功课吧，一脸的严肃。妹妹也说做功课吧，一本正经的，可她却画起了猴子脸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我能自己洗头发，使劲的搓搓。妹妹也说我能自己洗头发，可泡泡跑进了眼睛里。妈妈好疼啊，哇哇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我喜欢的人是爸爸妈妈和妹妹。妹妹也说我喜欢的人是爸爸妈妈和妹妹。哎，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看书，哇哈哈哈的大笑。妹妹也看着书，哇哈哈的大笑。可是书是倒过来的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加牛奶更好喝，往红茶里倒牛奶。妹妹也说加牛奶更好喝，哗啦啦啊。妹妹是个跟屁虫。我说我去散步啦。妹妹也说我去散步啦。妹妹抓住了我的手，妹妹一直都是个跟屁虫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OK， 对，挺好玩的。嗯，尤其家里边有两个小宝宝的话，嗯，看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。希望大家能善待世界，善待周围的人吧。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阅读、坚持学习、思考。我的学习是刚开始。Peace。